2,000 views, 12 minutes long. Yeah. All right, you know what? I think this is safe though. I think this is safe. It's your lucky day, hombre. 请问一下，今天是几号？啊，对不起。啊，我知道你想问什么问题了。这个问题，我很打算。对，怎么了？知道，我知道。说那个。 我不想说这个话题，特别是在摄像机前头。我就问一下，今天是多少号？你知道吗？今天6月4号，我那边有朋友在等我，我马上过去。哦，我知道你那什么意思，那个真有事儿，不好意思。多的不说。16周年，我知道。这是多少号？今天是6月4。 哦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，知道吗？6/4世界。哦，你有什么感想吗？对这16年？我对这个世界了解的并不很多，因为这个世界一直都是处于一种很隐蔽的状态，很少进行过公开的报道。想说点什么？ 因为我对这个事件不是很了解，所以行，谢谢。啊，不用。今天什么日子你知道吗？几号？啊，今天环境日嘛，6月5号。今天是吗？是吧。再想一想，今天什么日子？ 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你知道吗？6月4号。对，今天什么日子？今天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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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日子
不知道，你是指特别的日子吗？还是指一般的日子？我不知道今天。好，谢谢啊。今天是几号？啊，今天是6月4号。啊，今天什么日子你知道吗？啊，这个不要说了，六四十。It's sad and funny at the same time.